这次的户外教学配合学校的绘本主题圣诞老婆婆出任务，老师带着大二班的小朋友们来到了新北耶诞城，体验一下耶诞节的气氛。耶诞城里有提供许多免费玩乐的设施，可以让小孩玩。他们现在要去玩旋转木马咯。防疫期间内都需要戴口罩，玩乐前也有工作人员会量体温。在启动前，工作人员会再次确认安全带是否有安全系上。做完旋转木马，要准备去拍网美照咯。小孩们井然有序地排着队，准备往下一个游乐设施前进咯。接下来来到了小火车体验区，小朋友们依序排着队准备上车。一节车厢可以乘坐四个人。
这个树丛迷宫也很特别哦。午餐时间到了，今天的主题是野餐。